嘅。好啊，下一位陳偉業議員。我想告诉大家，现在外面有警民的强烈的冲突，即是家下可能喷胡椒喷雾，可能消防会喷水弹。那你家这样的情况呢，政府仍然要强行通过这个东北拨款呢，我觉得是很不智。其实委员会不应该继续开会的，主席。即是家下外面有这么强烈的冲突，数以百计的市民家下在外面。你要提的问题先好不好？我家下就要提问，就是要撤回，因为一来官商勾结那四万平方尺四千米是吧，即是起码赚四亿。如果那個嘅嗰個地積比率去到九，其實賺七億，係嘛？咁所以即係你咁多問題情況之下，規劃又民主程序有問題，撥款又偷步，係嘛？又包括審標同啲招標同埋呢一個嘅審標啊，啲設計又去到咁仔細，即係你由整個程序，由個撥款，由啲三億五千萬，即係嗰個嘅使用都咁多問題嘅話咧，即係我真係衷心希望政府真係能夠收回咯。